到时间，因为它要求是左右跟前后是要所有的方格都要对称的。那一个正常的工人他应该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件，所以是，但是这个在晚上会非常的酷，因为它是反光，然后是格纹的那样的反光的效果，这个是我们非常满意而且是非常喜欢的一件单品，而且是它在我们整个品牌里面的话大家对它的满意程度或者是瞩目程度也是非常的高的，这是其中一个单品。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非常大家会喜欢的，这是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我们是把它叫做这个熊猫，对，这个熊猫的效果，然后是它这个就会非常的有趣。那更有趣的部分是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裤子，这个是到时候这样搭配着来穿的，这个是非常分离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品牌一直非常坚持的，就是说让希望所有穿我们产品的人都能够非常的开心。 Thank you.